本人講起台灣文化之母的客家大陸鍾秀珍，李健碧作為其九十六歲生日，他被批作為李雲的同桃園市長鄉下來起通，桃園浪漫台三線客家文化之母鍾秀珍文化體驗環境現所計劃，同鍾秀珍先生來做生日，還遇到對全國各地來人來同其祝福，另外文化界朋友每鄉下來參加，現場氣氛同鬧熱。在鍾秀珍的见证下，哈会飞出位的润德老土人市中藏文产向下大块日常的陪伴，地图呈现中路文化人气的平面设计图，老师则提建的规划设计理想。土人市中藏文产讲，能把鍾秀珍文化生发人气润润，为老父全家文化提建拓展计划，配合彩体文化老艺术创作者韩国发展相关的文化产业。那我们包括龙潭的大池，龙潭的商圈，包括到三洽水的这个鲁冰花的这个茶叶的地景，我们希望能够纳进来，跟客委会合作，让龙潭成为一个文学的一个记忆所在。哈会会主委李润德讲，透过老师傅合作的文化，韩国体验计划，后生人就做得了解得到客家文化。啊，当然呢，俺们主要嘅生意呢，俺们特别也跟中路呢，吼，包括俺们客家系青岛嘅努力所在，俺们也下一代后生人呢，吼，为继续来努力，吼。两百座生日，全摊老其他温和两百个朋友都是老中路助手。突然是客家口讲，你还出替鍾秀珍温和喘息，重新变革之外，鍾秀珍温和生发人气，能摆为打造到国家级浪漫推三线嘅客家重点地标，不相信看到中路当十万建立客家文化嘅自信，韩国客家泥土，客家新闻罗安塔突然报道。